品质、高定制、高效能三大品牌优势，充分地满足了您对座驾的多重需求。高颜值、全新家族化的前脸是十分个性，同时配合了前脸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科雷傲，凭借时尚的外观与全路况的性能，科雷傲先后荣膺多项大奖，获得了消费者持续的认可和青睐。科雷傲配置了 R-Link 多媒体导航系统、 Bose 顶级音响、 DSW 盲区警示等智能系统，最大化的满足消费者对于车性能以及安全方面的需求。在外观方面，时尚的进气格栅配合了大尺寸的雷诺 logo， 凸显出科雷傲前脸的立体感。面积达0.7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，风朗是专为中国年轻消费者制的，配备了2.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搭配 CVT 变速器，使新风朗在平顺性和燃油经济性都有不俗表现。而2702毫米的超长轴距，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前驱王者维甘纳 RS。维甘纳 RS 采用了 Recaro RS Monitor 2.0 车况监视系统，它可以将车辆的各项行驶系数据和路况及时处理反馈，让驾驶者对于座驾了如指掌。而来自 F1 设计灵感的前保险杠的导流片和尾部的中置梯形排气管，在提升车辆操控性的同时，也是像雷诺在 F1 赛事。